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サイシェカギ館 QTR。 哇，就是早上出动。对啊，风和日丽，我家地上湿湿的，这里好像没有。你家地上湿湿的？对，我出门的时候地上湿湿。你家地上湿湿的？对啊，你弄的吗？不是我弄的，老灯里喷出来的。哦，那今天要去哪？今天哦，嘿嘿，要去收一台车啊！今天不止，我今天要交这台车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先说，今天要交 Focus， 好，3.5 代的。我今天行程满满。哦，又是要多工，对啊。我今对，我就这台去。对，要把它放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去雇一台 BMW， 忘记穿 BMW， 420 Coupe。哦，是哦，今年的16年，哇，那蛮新的啊。对啊，买一台给你开啊。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签到420之后，我们再把我的车签回来。哦，那还蛮，对啊，蛮紧凑的行程啊。那我可以吃到肉圆。可以啊，好吃啊！今天价都化了，你有化，我没化啊，没化没关系啊，隔壁包我等你啊、哦。反正那个金钱豹现在可以唱 KTV 了。哦，对啊、哦，你可以去唱的。哦，唱 KTV 的消费我应该还可以啊。以前唱歌啊，哈、哦，麦霸你听过？抢着麦克风都不放那个叫麦霸、嗯，对，一直抢。现在年纪大了、啊嗯，知道了之后，我就去唱歌，我就默默住在墙角那边。嗯。都没有跟人家抢唱歌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年纪大了，知道说不能一直抢。可是我旁边那一个小姐就说：“不要再摸了，去唱歌吧。哦”哦，醉翁之意，知意不在酒。去干嘛？塞翁天酒。人家不是问说，欸、假设你老公有外遇的话，你怎么办？好、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为什么？可以睁眼没有啊？因为我要开枪打他，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吧？啊、你不会能够被他几度压？对啊，开枪耶！有没有开枪？其实不需要睁只眼闭。是吗？射击那个要看远的呀。有吗？你瞄准的时候需不需要睁只眼闭只眼？应该要吧。要啦。我跟你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赌不用，你赌不用啊。我想喝咖啡了。喝咖啡。我们先买好不好？好不管了，我们先买，好好对不对？钱我先付都没关系，要、啊、输了 OK 嘛，你就不用拿出来了。我要问你一件事情。好，你问。你们宜兰啊？嘿，宜兰人说姑姑是什么？姑姑姑姑姑阿哥啊？姑姑什么姑姑？是口的那个姑哦，不是阿哥。姑姑姑姑姑姑，台语哦。哎，姑姑姑姑的台语是啥物？我也是啊，我在问你嘛，你宜兰是？我唔捌讲嘞。姑姑姑姑的台语。鸟叫声啊，姑姑。叽叽叫。叽叽。记不记啊？跟报纸写不一样啊，不然报纸说人家新闻说宜兰人啊，你只要问他姑姑是什么意思，他就说是男生的鸡鸡。是吗？不嘞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想问你、啊。不知道嘞，可能我脱离宜兰太久了啊。是哦、喔，我怎么没有想到是姑姑就是小鸟鸡鸡了对吧？姑姑，那、啊、现在就出发去台中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我们要交车了。小心开，小心开。耶、yeah, ，开走了。开走了，耶、yeah。好了，结束一项任务。我们还有一个任务，20分钟晃一晃，看这次会不会小车抓到？抓到对啊，耶、yeah, ，到了，台站就是这一台。今天科比传教士就靠这个了，酷配呢？酷配啊！你、欸、看一下线条多漂亮啊！看一下，哇，水，水哈！好了，我稍微再看一下，这台前后配轮框，对啊，其后面啊，其实比较好看啊，后盖没有换，这边叶子板、嗯，对啊。等一下再看一下，因为现在这个你看哦，其实这个你们都看不到。那你在看什么？看不到。对，你们真的看不到。好，看群。好、yeah. ，其实就这样嘛，
张的左右张的程度，有没有？教大家看一下左右张的程度，有没有？要差不多一致。左右张，你说这边这个？对啊，你看，哦，脏脏的。如果突然这边很干净，这边，好，假设突然一边很干净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什么？换过，有转过，要喷漆，喷漆之前要洗干净嘛，它会比较干净，就变。对，这也是一个指标啊，就是打开第一个印象，马上可以看到。再来就看螺丝嘛，螺丝那个已经讲了 N 次了，对，所以螺丝跟胶呢，我就不讲了。对啊，好，讲一些比较。这个第一次讲。假设一直讲一样的，人家也不想听。这个是一种就是经验嘛，对，他是看嘛，就是脏的程度。好，啊，再来就是说，万一他也是脏脏的，可是这边跟这边很亮，那有可能造假。哦，对啊，所以第一个判断就是左右要一样就好了。啊，人家会又有提出问题说左右一样会不会一起撞到？对不对？对，这也是一种啊。对啊，你如果你会这样问，你是正确的。对，对啊，啊，因为你要看 B， 就是要看异常。好，如果这感觉上就是原本的，就是原本它车出来就喷了，那这脏污是后来再卡上去的脏污。啊，螺丝也要看啊，只是说我就不会讲了。好了，我去看一下门。就只有这个啦。生锈。有。这个。其他都还好。这个没办法、啊。目前看起来都还好。后面可能就看后盖，后盖没怎样，就只要看底下看一下就好。这个比较难看。哇，螺丝掉，对不对？没转过，对，没转过。他但我习惯都会摸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摸看看啊。看到没有？对，有烤过漆就很明显，就摸得出来。因为他们一般接很多接在这里面，扣子的机加大指标哦，所以摸起来就像几杠，就一个高低差，就会有一个痕迹这样。对，客人跟我保证，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找客人，不要找我。对，真的没有问题，可以找客人。啊，对啊，那个四条马牌的，客人还说他还在贷款中，还没有缴清，那分期付款他还在付。对啊，对啊，好吧，我们去敲给小了，敲给小，对啊，去吧，这是最硬的，这比看这啊看这比较简单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好，耶、yeah.。台上顾好了，他说他四颗轮胎有换掉，有加分啊。对啊，我有跟小司美言几句啊，客人也蛮感谢的、人家还在贷款，四条轮胎没有，你刷卡来不认识？没有没有，他不是，他这个叫做现金流。哦，现金流。南地不想告啥？我、水箱、他说水那些有换过。对啊，水箱换过啊，就正常。对啊，正常保养，他说他保养过了，回去可以开啊。好了，走了。今天收到了，所以在下一站了。收到了，其实双门都要看人家买的。哦，对了，双门就像我这种帅哥就会想开。对，对，是帅哥就想买了。帅哥，不用怀疑，就是你帅哥。对，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好，还是你要开？你开好了，我开一下。你看成功，有没有？哎呦，第一次看到成功的呢。好，泰山，你就在这边了哈，我要行走了。好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可以跳吗？可以啊，这一次像的啊。我想拉出来一点的，哦，我就可以躺一点，这样比较舒服。我开车就这样，真舒服。泰山啊，这个双门也有缺点，你知道吗？它的缺点就是哦，进出这个不用讲，大家都知道。再就是因为它很帅，这是无边框的。无边框的车有个坏处就是它算跑车，它的隔音一定会比四门的差一点点。也不能一直讲它的优点，我对跟人家讲不一样，缺点是这个。还好，我现在听，可是我觉得还好。帅可以包容全部的一切，对，人帅真好，人丑性骚扰。哎、看，很多、你好，这有定速吗？他那不定速？我可能没有，不知道，一定有的啊！这个年代的 Focus 都有了，怎么可能 B M W 没有？没有，怎么定 ？Mod 加吧。这种车没有在定的，我们一直踩啊！有没有？你为什么要定速？没有，我看一下，刚好看到这个、如果没有跟车，其实不用定速了。就是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下一段。好，科比没有要带我去吃东西的段。不晓得吃什么，你过那个吃过，那个吃过了。我们等一下去开两台。我们今天终于开到双 B 了，还 一人一台。啊、真的是双 B。它不是同一个牌子哦，不同，就是双 B， 一个中 B， 一个老 B， 这算中 B 了。对，我那个是老 B。老师教英文课 A
B C D， 大家都写了 A B C D， 有个等。哎、欸，小明，你为什么你不讲？嗯，说妈妈说 B 是不好的字，也不要乱讲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老师的哦不对，老师的 B 跟你妈妈的 B 是不一样的，老师的 B 是好的，妈妈的 B 是骂人的，啊，是不好的。嗯，但是爸爸不管是谁的 B， 他都喜欢。你爸爸就是这样嘛，不能挑食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平板真的是不错。那你就自己改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说，像很多啊，很多车现在都是下面做平的，其实平的有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真的，你的脚才不会去踢到。他要超的是，他刚刚跟我去到坡啦。没啦，会卡大是。因为卡卡大。你的卡卡大是对。再设个时间。QTR 熟到已经不能再熟，满、那個、心雀跃，等着要看到他的车。到了，耶、yeah ！到了，在您的左手边。耶、yeah ！刚试开的，哎、欸，底盘没有异音，人气也很冷，对啊，还不错。这个算比较简单的了，车里没有什么特别的花俏。我刚好试一下 ，Sport 还不错，开上就很有感。啊，你如果按到 Sport 加有没有，它防滑就关掉了。就可以甩了，这个都可以调，然后到四种模式，对吧？这是比较啊，一机油就比较省，省油的省油模式，对吧？一般用这个啦，一般舒适，对啊，嗯 ，Sport 就是热血一下嘛，嗯 ，Sport 加就是官飙车的，啊、官方飙了要甩了，对啊，看个人啦，我是觉得一般就可以了，这就是今天估这台车里，也已估已估，好，对啊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、yeah。想起来，我们上次我不是有跟你赌射箭要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要哦。啊，答案是什么？要啊，来准啊。答案是要。那是要，瞄准那边。我答案。哇，要闭左眼右眼瞄准。真的哦。有无？我靠！当然啦，你两点我都相信啊。我以为厉害的就直接用看你就好。好了好了，欠你一杯咖啡，啊、对不 对？好，愿赌服输。愿赌服输，谢谢。我、哦、靠，每次赌，赌九输，希望吧。谢谢你的咖啡啊。耶、啊， yeah， 台长，我们到了。刚刚卖的关子就是这里，已经开始开一开，觉得变成不行，马上就处理了。再试看一看 QTR。